Billboard 于1月9日公开了最新排行榜。Nugent 的新单曲 Ditto 在 Billboard Global 中位居第4位，在 Billboard Global 200中位居第8位，这是他们在该排行榜上达到的最高排名。Nugent 仅仅出道5个月，就在两个榜单中分别排在第4位和第8位，创下了作为 K-pop 组合在最短时间达到如此高排名的艺人新纪录。同时截至目前 Nugent 成为历史上 PAK 时间最长的女团。都说 Hern 长得像猫，近日有歌迷恶搞在 Hern 的广告展板下放了一个猫条，在韩网成为话题。其实之前 Hern 也在直播中展示过自己的猫爪子。是不是非常可爱呢？而且在最新的 MV 中， Hern 也化身猫咪吃猫条，还画了一只卡通猫。截至本月11日，Ditto 这首单曲依然横扫三大音源榜 Melon、Genie、Bugs 的一位。相信在2023年 Nugent 会继续走花路吧。